在黑楼里面，大家向我阿平讲，祝福波罗哈卡天地，你是救世，生日快乐。那是客家插旗下发行人亲实现的事，祝福波罗哈卡天台生日快乐。我是台北市友善山市发展协会理事长范金玉，大家祝福安尼报道客家广播电台29岁生日快乐。我是陈明雄，祝福报道电台29岁生日快乐。我是台北市客家广播协会常务干事郑仁忠，恭祝报道客家电台29岁生日快乐。我是长江会的理事长刘顺聪，祝福客家电台29岁的生日快乐。我是台北市新竹人通商会理事长汪信福，祝福报道客家电台29岁生日快乐。乃黑其他批粉，祝福宝岛客家广播电台29岁生日快乐。大家好，我是台北市客家共同事务协会理事长范荣泰。今天呢，恭祝台北市宝岛客家电台29岁生日快乐。我是彭新国，祝福客家电台生日快乐。我是梅建发，祝福你报道电台29岁的生日。我是张水柱，祝福客家电台生日快乐。我是赖怡妮，祝福客家电台生日快乐。我是胡梦珍，祝福报道客家电台生日快乐。大家好，我是潘淑芬，祝福报道客家电台生日快乐。我是范景娥，祝福宝岛客家电台生日快乐。我是忠实听众范宏毅，祝福宝岛客家电台生日快乐。我是彭春梅，祝福客家电台生日快乐。我是彭俊福，祝福客家电台生日快乐。我是彭永水，祝福宝岛客家电台生日快乐。我是叶淑荣，祝福客家宝岛电台生日快乐。我是彭彦壮，祝福客家电台29年生日快乐。我是苍松王，祝客家电台生日快乐。